每35秒就能赚取300元的最佳方法，那就是观看 YouTube 视频。你肯定觉得我在开玩笑，那不啰嗦，让我们直接进入正题。首先访问这个网站，这是一个新网站，实际上这个网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通过简单观看 YouTube 视频达到在线赚钱的机会。让我们先来看看这里，所有这些都是最近的历史提款记录。可以看到这个网站每天都在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兑现真钱，所有人在这个网站上赚了多少钱，兑现多少钱都是非常透明的。所以现在我希望你按照本视频中的每一步进行操作，这样你就可以在观看完后立即开始赚钱。首先我希望你点击此处的加入按钮，然后这将带你到此页面，你可以在其中注册一个免费账户，只需填写你的用户名、电子邮件地址、密码、重复密码。接下来这里的位置是自动检测你的位置，对于这一点你不用担心，因为他们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人。接下来这里的推荐人你可以不填，最后在这里输入你在此处看到的数字来验证。填写完所有信息后，只需单击此处的蓝色加入按钮即可完成注册后登录。这就是你的仪表板后台。现在我希望你点击这里的 YouTube 图标按钮，如你所见，它有播放、喜欢、不喜欢和订阅。现在我希望你点击播放，然后你将转到此页面，你可以在其中观看 YouTube 视频并在线赚钱。现在请仔细观看，我想给你的第一个奖励提示是，你必须观看视频至少35秒才能获得积分，获得这些积分后，你就可以将它们兑换成真钱。现在在这种情况下，当你观看到此视频时，你将获得上面标注的相应积分，所以你所要做的就是点击这里的播放按钮，然后这将带你到这个 YouTube 视频。当你回到之前的网站时，你可以在这里看到，他们已经开始倒计时35秒，现在只需等待，一旦它从35变为0，你就会获得积分。这意味着其实你不必真正观看视频，你可以在此点击暂停视频，然后返回网站，只需等待35秒即可获得这些积分，就这么简单。现在让我给你看看另一个例子，这是你将通过观看此视频获得的积分，所以只需在这里一次又一次的点击这个播放按钮，这将带你到 YouTube 再暂停视频，然后返回网站，等待35秒。这些积分将自动添加到你的余额中，非常简单吧？你可以观看任意数量的视频。注意了，现在我想给你第二个奖励提示，能让你赚取双倍甚至三倍的收入。例如，如果你要在此处观看此视频，以获得此数量的积分，你现在可以使用手机或者计算机，打开一个新选项卡，并观看另一个视频，同时获得更多积分。因为你实际上可以同时观看多个视频，你可以同时处理两个、五个甚至十个视频，这意味着你不必为了只看一个视频而等待35秒，这是同时观看10到20个视频的一种非常酷且高效的方式。现在通过观看大量 YouTube 视频，与其他人相比，你可以更快地赚到很多钱，所以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自动添加到你的余额中的信用点数。现在揭秘下这个网站是 Follow Fast， 所以现在我要给你第三个奖励提示，当你正在大批量观看视频时，这对网速和设备的要求是比较高的，你可以通过将播放速度从正常更改为两倍速。另外，当你在此处单击质量时，默认情况下它是自动的。现在如果你的互联网速度非常慢，或者你使用的数据流量非常有限，你可以在此处选择 144P， 这是可用的最低视频质量，这将为你节省大量的时间和数据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你可以更有效、更快速地观看大量视频，从而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内赚取更多的钱。所以现在让我们来到第四个奖励提示，当你点击此处的每日奖金时，你将进入此页面，你可以在其中领取每日甚至每小时的奖金积分。现在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每天免费积分，每天登录点赞或者点击15次，然后点击下面的按钮即可赚取奖励积分。现在你只需要每天登录你的账户，然后观看至少15个视频，这样做除去视频本身的积分，你每天至少还可以获得100积分。现在如果你想兑现你的收入，只需点击此处的 Cash Us 兑现按钮即可，然后你将来到此界面，你可以在其中选择一种付款方式，例如 PayPal、 Perfect Money 或者比特币。但是如果你都没有这些付款方式，请不要担心，因为你可以通过更多不同的付款方式兑现。好了，这就是它的工作原理，通过观看视频赚取积分后，你就可以将这些积分兑换成真钱。最好的是他们的提现门槛仅为 1.5 美元，这意味着你只需要赚取 1.5 美元即可兑现你的收入，然后你只需要等待3到5个工作日就可以收到你的钱。
这是一个在线赚钱的简单方法，但只有少数人知道，每35秒赚取$3，这并不能完全替代你的朝九晚五的无聊工作，所以这意味着你仍需要更多的副业收入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可以看看我的其他视频，并订阅我的这个赚钱频道，它将一直给大家带去各种不同的副业赚钱和在线赚钱的方法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